幸亏是有来到这里，让我的怀孕期都没有那么辛苦啊。后面的腰啊、骨啊都会好像比较很沉重那样，影响到我的睡眠啊。自从来了这里过后，就我的睡眠就没有问题了。幸亏是有来到这里，还有做一个这个调理，都让我的怀孕期都没有那么辛苦啊。我会大力的推荐你怀孕过后呢，肚子的大宝宝就重了嘛，然后就更加会增加你那个脊椎骨的负担，那么你就会影响到你整个孕期，你会很烦躁啊，睡不着啊，还是什么，只有你自己知道，是别人也不会体会到的东西。这里的医生都很有经验，我是很建议怀孕的妇女可以来这里做这个调理，如果你们是需要的话。